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窝打老道山的德威大厦，我们现在一起去望下。在窝打老道山，除了你看到是有住宅之外，当中还有一间国际学校和中学。今次介绍的单位就是位于文福道的德威大厦，它呢实用面积是有727尺，现在我们就是望紧饭客厅的位置。饭厅客厅面积相当阔落，而且装修简洁。从客厅的窗度望到出去呢，主要都是望翻我们窝山一带的楼景。业主跟我们说呢，这个装修都是用了几年，毫花心机，将原本三房的间隔变为四房。现在我们就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积呢就没有移动过了，相当阔落。主要都是望翻窝山的楼景，而且还有位摆衣柜和书台。主人房浴室装修过，是用旗缸。原本两间客房面积都很阔落的，业主就想每个女女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两间客房变成三间客房，每一间客房的面积大家都是差不多。两间浴室中间改成为一个储物空间，另外客厕亦都是缩小了少少。厨房面积就是没有改动过的，重新装修过，做了很多的橱柜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